充的差不多了，现在才充一下，呀，有60几趴。西瓜该有了，西瓜梯子，好，楼梯，梯，对啊，我们目前都还没有梯，哎，大西瓜，大西瓜，西瓜配竹子啊！怎么那么远呐？我们前面盖太刻苦了。前面太节俭了，这边可以奢侈。那叫什么？竹子，竹子，竹子可以硬长在西瓜上吗？不行，竹子也不能浮空，所以我们不能竹子哎，它一定要在土上，是不是？还要骨粉，好累哦，竹子，竹子你生气呢？对啊，啊，竹子没了，竹子没了，西瓜只能跟史莱姆了。对，我要楼梯，我要楼梯。这个就是百分百可以跳上去的。然后再一个史莱姆，对，我们还没有逆游哎。像这里会空哦，这里空我不管了，我要直接去那里，然后盖回去，好不好？时间太累了。会哈，抵达的点就要难一点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9
魔王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我怎么跳的？哇，这个很难，这个、我记得有点难。啊，这样子啊，这简单一点。啊，现在已经感觉我等下已经没有办法跑了。啊，不行，我们要有志气。小雨已经休息了，我还没有放弃，我还在努力。头颅跑酷不会，因为头颅会卡。投入很吃资源，我一下，刚刚没有阻止，现在这不就来了？看可以跳到哪里？嘿，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水跑酷也会花太久时间啦，而且通常是用指令，对啊，太累了，太累了不行了。荷叶还没，但荷叶之前我们要有竹子，对不对？肯定要西瓜完就竹子啊，这没办法。打小，可以用竹子叠竹子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像有点远 正的也来几下，光是这样都不简单嘛！一二三四五。好嘞，刚是太高了 他应该不会。它会自然生长吗？它会自然长高啊？啊，这个好不容易哦。等一下，现在我已经不太能跳了。哎呦！会，剪刀好像没办法让它停止哎。对啊，会自然长高，放一条线，有毛的才不会。怎么样？线什么意思？我不懂哎。哦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这个就不行啊？哦，它已经长高了，好快哦！哦，多点，你在长高了。刚刚我都不晓得对还是错了，
好，放线。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最后简单一点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十、啊，同一格，好不好？同一格，别太为难了。来第一个啊，最后的竹子连跳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小雨蜜蜂，特白。黑白不晓得什么，白白白色，中介有什么？也没有白的，中介就当黑白了，好啊，这就是刻板的地方啦。我最后想要快一点，我就用我的了。我不知道后面还可以盖多少。刻个洞要盖太久了，我们就先放弃吧。该来一个 Neo 啦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这一开始有这个还行。三，其实这是一个没有很难的，就你只要抓位置就可以，就可以一直逆哦。但抓不到就没了。等一下，我现在真的跑不了了。嘿。我觉得我跑要私下跑了。不然太累了，我们就只能先告一个段落，然后私下我会加一个东西，到时候影片可以看到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私下什么？私下去跑，我已经口齿不清了。我觉得努力今天会直播盖完，但是跑就交给私下跑。对，私下可能只有我啦，因为这四部戏就只能认证的来。对，一二三四五。借符合，这么凶啊！呀，棕色借符合，累了，真的累了。先一个简单的。往上跑。四五，
哦，这种就超难的。